Hello，晚上好，晚上好，友友们。Hello，晚上好，友友们。今天不排了，太晚了，太晚了，不排了，明天再排。没喝草莓酸奶，和杨姐一起喝了一点点。然后呢，我现在要喝一杯柠檬水，和蒸锅一起点。对，奶茶还是喝上。因为矿泉水没有味道。对，我今天还跟曾哥说，我俩叫二锅头，就很好笑啊，就很好笑啊。看看，看一下今天的国风。Hello，晚上好。我今天做了一个半扎，妈妈说：“哎呀，要做这个半扎，愁死了。”我插了两根那个什么，然后一点都不漂亮，一点都不女孩子。妈妈说是个杨姐，你看看你右边的杨姐，你看看你左边的谁，你看看那些谁。你看，大家头上都那么多东西，然后我就，然后宋欣冉在，我就还跟他说，就是宋欣冉说，你这头发不是挺好看的吗？我自己还挺喜欢的，到底你也是还可以。然后我就开始，王老师一进来，我就走走走走走，宋欣冉在这儿，我走到他的左边，然后马上就走进来，然后宋欣冉说，过来，然后我就嗖嗖嗖嗖跑到右边。笑死！然后妈妈是从杨姐的视频袋里掏出了我头上的两朵花儿，别在了别上，然后别在头上之后呢，就说：“哎，他们说女孩子多了，就是一个花的区别。”看你的花，看看你的花，你看呀，你看。你看录播呀，因为我不太会准备这些东西，就是比较古风的一些东西，是简单送的奶茶。能说说欣桐漂亮吗？就是漂亮呀，我不知道呀。我就没有啊，今天我请杨姐喝奶茶了。他说，我看的比较多，看的国外的。他说，你就喜欢看那些国外的男生。我就问，没有。我有看，我看国外的女生，但她应该没听见。我想，哼，我的妈咪呀！逢人就推妈咪呀！什么东西？
看看这个花还是很漂亮的，不愧是杨姐的花。我的头发好长啊，除了没看进，就是细碎的那些没看进，就是能够稍微带到点我的，我都没看进。目视前方，我在工作，非常工作的那种。对，我的头发好长哦。我今天还和宋天海说，我俩在说，这是我俩都是目前为止头发最长的时候。我看什么你这都听不出来，我今晚干啥了？谢谢 ALL， 哦，看到我自己的脸 ，ALL EGRO 送的秋天奶茶，真是好打，他后面还要来哟、哦。好努力哦，谢谢柯洁送的蹦迪。明天下午见，好的，明天见。果然睡醒好像也没有吧。谢谢木木鸟木风的蹦迪，也没有吧。你这样会让我感觉到害怕，没有才是正常的。哦哟，这个大头真漂亮，这个特写，哎呦呦呦呦呦。这个特写，这个特写叫大头，你知道吧？大头半身全身 ，you know？ 你们不 know？ 截到这里叫大头，截到这里叫半身，截到腿叫半身，截到全身叫全，截到全身就是全身。拍照就是嘛，来拍大头了，拍半身，拍全身。小黑，等待连接，还好我没睡觉，听见了等待连接呀。我这个动作蛮搞笑的，快看。腿叉的老开了，反光，就这样，你看我叉的老开了，别人都很优雅。怎么回事呢？太棒了，带到我能唱词儿了，我唱词儿了。没有，因为我想把籽儿吐在那个上面，发现吐不进去。我想把籽儿吐到里面。因为柠檬水有籽儿。嗯。
我身边没有垃圾桶，然后也没有纸巾。我不觉得柠檬水苦啊。呀，刚刚又有一个特写，没唱，唱不来，没唱。因为他切后面的人，他只能放大切，不然就切不到。你看，肥肥就被挡住了，他就是放大切不到。努力了。已经很感谢，已经很感谢。控台就是平时的控台，一直都是那个控台。其实话我已经看过了，再看一遍吧。我的两个毛挡眼睛，好可爱，谢谢你，谢谢你。该刷的时候还得刷，该挂的时候还得挂。好哀式的刘海。准备几点睡觉？播完，播看几点播完咯，播完就睡，因为明天早上还要，一大早还要来剧场排练。青春有你二出舞台的歌哎，是的，这首歌叫画。播多久？播到15吧，我就下播了。噔噔噔噔噔！啊，对了，还有就是关于打歌舞台，因为9:30就要起床，9:30就要起床的话，还要洗头卸妆什么，头应该是不洗，应该要卸妆什么。就是关于打歌舞台的话，就是邀请了一位重磅嘉宾。但是他没有时间，但是他没有时间，所以只能下次，所以这次一定要挺进去，这样才能有下次。因为正好没有时间，是我纠结的太晚了，我问的太晚了，我纠结了好久，我就想不行。别纠结，赶紧行动吧。然后就这不就没有时间，所以我现在要把这首歌留到下次跟他一起跳。所以呢，我现在又不知道要跳什么了，然后要还要选一个能够听到下次的歌曲。就是说，就是说，我刚刚就以，哇塞，我这个，哎呦呦呦，还漂亮漂亮漂亮，虽然不是我的粉丝，但是我哎呦漂亮漂亮，早知道应该看一下镜头了。首先我暗示一下，我先不暗示，
我的粉丝要来了，不是我的粉丝。妈，哎呦，我这个有点太丑了。单词太丑了，不漂亮。今天什么来着？王叔什么来着？王叔说什么最对自己的头发没有要求，对自己头发没有要求的，一个是陈琳，一个是李佳恩，笑死我了。他给他做啥都行，那种没有想法，笑死。李佳恩感觉跟我一样，他什么什么什么，马老师不要给他发语音，不要让马老师千万不要给他发语音，他会很有压力。我想，哎呀，这不是我吗？李佳恩怎么跟我一样呀？太棒了！漂亮！哎呦，我这句分词漂亮，我们三个人这句分词漂亮。呀，哦，对，它是我的分词。就是说不够优美，这个。上天，哎呦我去，太丑了。但是穿丽卡的衣服显得我好瘦呀。穿的这个衣服真的是，哎呦我的天哪！谢谢喝奶茶送的奶茶。陈琳第二首跳什么？我还没想好，我这不还没想好呢吗？我这不要把这首歌要留到下一次，所以我就还没想好，我又要开始想。我的手怎么像鸡爪一样？还没想好。你是说啥呢？你等等嘛，你看了就知道了。可以，这是我跳过目前为止我最漂亮的夏之回忆。斑驳的图好美，我没看，我不信。哇哦，可以，漂亮。哎，忘记唱。哦，忘记唱。哦，这个手是高的。好瘦啊，穿 Lisa 的衣服，你们知道吗？我一天都穿不上，就是拉不上，然后就是往上就拉链哔哔哔哔哔掉下来，超紧，就是绷的，就整个人就是老紧了。但是确实蛮瘦的，然后两个袖子卡着，根本没有办法抬手，就把它撩在上面，变成了一个背心一样的存在，就可以随便抬手。不是比丽达身材好，我比她高，朋友们，我比她高，我骨架要比她大，跳谁穿谁，好吗？谢谢喝奶茶送的蹦迪，我没有衣服啊，我没跳过夏之回忆，我之前一直是替别人的夏之回忆。蹦的叫，蹦的，我走到哪儿，看看我的衣服。快看，人家说呀，你这个衣服怎么这样？我说我穿不下。
谢谢 RZZZ 送的荧光海。就是因为太好笑了，就像那种穿束胸一样，就是整个人勒的没有曲线，你知道吗？就是不能呼吸，不能这样，就是这样。阿姨还说你深呼吸，我说阿姨没办法深呼吸，我只能往外吐气，我就呼，因为你深呼吸就会打开嘛，这个就是打开，但是不行，然后你就是呼，你就会缩。谢谢蒙古上单送的巧克力，看一下，我来监控吧。我不能呼吸，我原本是朝右边，我想不行，我要露出我的左脸，我要朝左边。哎呀，我当时跳开的时候我就想，我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要跳开。叭叭叭叭，我每次就会跟分锅对视，然后我俩就要相视一笑，特别好笑。慢慢慢慢，谢谢陈薇送的秋天奶茶。噔噔噔噔噔噔，能说一下增播靠在肩膀上的感觉吗？没有任何的感觉，因为就像就是很轻，不像有的人靠在肩上很重。就是很小巧的感觉。是谁很重呢？也许是 Coco 一吧，也许是小五吧。小五好像够不到我的肩，应该不是小五。对呀，小五都够不到我的肩。笑死，疯狂抓镜头，左边看，看。剧场的大家就是好看，这个光加就像磨皮一样。我不知道是谁的头重啊，谢天又没搭过我的肩，又没靠在我的肩上过，靠过吗？我不记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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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天草，笑死，笑死！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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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靠太多了，已经麻木了。对的。对的，对的，别人靠我太多了，我靠别人也太多了，我怎么会记得谁是谁是谁呢？谢说靠过谁？
唱过杨姐、萌姐、K 姐呀。你看过《怨仔》呀？没看过小五，小五太矮，你这样去看。经典贴贴姐姐偷偷的靠在他们身上，没有人发现。能不能说点你们不知道的？那我怎么知道你们什么知道，什么不知道呢？我已经没有什么该知道，什么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什么事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记得。说点开心的。我说啥不开心的了吗？我说的不都是开心的吗？啊，是你们不开心了。该不会有人要在画粘跳？什么那个 K 姐那个什么歌吧？对，萌姐说最假拍档邀请你上她的生日会，生日会，生日会，那我岂不是要说点什么？哎呀，好可怕呀！能不能上环节就行？我最怕说话了。我能当背后的背景吗？果然是 K 姐的歌呢，K 不是萌姐说你应该上午多学学怎么搞拍档。萌姐锐评我看看切片，我的 B 站在更新没办法看，我的 B 站刚刚让我更新了。萌姐说让我放开一点，萌姐说你天天上网不学习新知识，真情实感给萌姐写信。我写不出来，我一定要在一个特定的点儿，一定要有一个底儿，就是你让我一下子写，我写不出来，我一定要突然有一个点，让我好想给萌姐，就是好有好多好多话想跟她说。我一般就是只要过了那个点儿，就是我就是每次给朋友们写信，就是或者是我要准备要想要不要给他写信，我就开始 go，就是突然哎。脑子里有想说的话了，结果我洗完澡出来，哎，放下手，打开手机备忘录，算了，我刚想什么来着，然后开始构思这个语言系统吧，又出现了故障。谢谢叶子送的秋天奶茶。萌姐说，我天天在网上巴拉巴拉，当面闷人，对。啊？听什么送保时捷？最佳拍档不就是摸来摸去摸来摸去吗？谢谢喝奶茶送的秋天奶茶。摸可会摸了，摸来摸去，摸来摸去，摸，我再摸，
我再摸，这样摸来摸去，摸来摸去，摸来摸，都这样，也是摸来摸去啊。自己摸自己也是摸，我可以跟自己，我跟我自己是最佳拍档。我先这样，怎么呢？怎么样？做个视频剪辑，一开始先穿着这套衣服在这儿，然后过了一会儿，在那边，精分现场，摸个南风。让我好好吸粉，一半裙子一半西装。对呀、啊，自己跟自己比，自己，就相当于那种嘛，有两个人格的那种感觉。当然这要剪辑了。谢谢何木木送的玫瑰花，双面偶像，双面偶像，多重人多人格小说女主，人格分裂，精神分裂，有点像精神分裂。才两个怎么的，萌姐说最佳拍档舞台要花钱， CL 太抠了。那确实确实，谢谢阿乖送的玫瑰花。就是利用剧场有的东西，一般都是利用剧场有的东西。谢谢小周送的奶茶，我来对啊，蜜雪冰城的柠檬水，我来搜一下啊。那萌姐肯定是姐，我是小狗，汪汪。人家跟我说什么意思来着？我又忘了。萌姐的知识好丰富呀，那哦，姐弟恋是吧？你姐弟恋不是吗？不是这样吗？什么姐狗啥意思？既不是姐姐也不是狗狗，是一种就是说姐弟恋嘛。姐狗的另一种表述是姐弟恋。姐弟恋算什么怪话？姐弟恋不是怪话呀。怎么的，就是说你们也不知道，你们也有些人不知道姐弟恋是什么意思是吧？啊，不是姐弟恋是什么意思，姐狗是什么意思是吧？这就哇哦，很快哇，全是弹幕。这个我就是希望陈琳，你如果看到我的切片的话，你多上上网好吗？别上网就刷我的切片，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都不当面说，必须要在这个网上通过粉丝转达。这怎么这还不好磕吗？你觉得是不是在这里？我就是希望陈琳，你如果看到我的切片的话，你多上上网好吗？
别上网就刷我的切片。我没有上网就刷萌姐的切片，是她推给我的，是我的 B 站推给我的，首页推荐。我有什么事情都不当面说，必须要在这个网上通过粉丝转达，这怎么这还不好磕吗？他们在避嫌。他们在谁的避嫌？陈琳说什么？要跟我参加最佳拍档啊？哦，是啊，我跟他说，哦，对的，因为动捕那天，南科谢天意开始也在南科，你们就磕上了。哎呀，怎么才能挣钱啊？我就说，那你参加最佳拍档啊？然后他说啊，参加最佳拍档，没有人跟我组啊，找不到不知道跟谁。他说萌姐，让我要不我就跟你吧，我就。然后我就问他们，我问谁来着？当时旁边是谁啊？确实，舞台效果确实。我问他们好磕吗？那我们俩好像很难磕的样子，这好像赚不着钱的样子。我和陈琳像网友，他就是那种他在平时自己直播那个话说的呀，那个叫什么，大放厥词。完了，平时在面前的时候，一个。就是说一个闷人。哦，那天因为我们那天好，阿星那天也来了嘛，也在那边动。然后呢，就是我就用他相机，一般大家我都闷人都在旁边，就是他那台 CCD 我觉得很好用，然后我偷听。我在那儿拍陈琳，我说你能不能平时也表现出这样的美貌啊？我说你这样的美貌怎么会不吸粉呢、啊？陈琳，很奇怪，你是 top 颜啊，陈琳。我觉得他就是说，我就每次说陈琳你努努力吧，陈琳，我说陈琳的事业心的陈琳，他就是那种他的脸属于是其实是很小的巴掌脸，他的脸就是宽和长是差不多，所以上镜不讨巧，他长得不好看怎么会成，如果他不是有他这张脸，他的业务能力怎么会成为马选之人进入734呢？开玩笑啊，不是马选，光马选也没用，就是当时综合考量然后他才进的。对的，不要说我说的马选，找林姐一起可以啊。啊，确实，那以前跟我一起跳的我也找不着了呀，怎么我和陈琳的最佳拍档从我的生日公演开始是吧？谁要跟他组父子组啊？我才不要呢！不能是结狗吗？父子这听起来就很难磕，结狗会不会好一点？你看陈琳，一看就不知道怎么整这些最佳拍档，玩不来这些东西。一说父子，这太难磕了，谁？开玩笑的嘛！你说结狗，马上有点味儿了，有点那个味道了。结狗，谁是姐，谁是狗？我是狗吧。我就是希望陈琳，你如果看到我的切片的话，你多上上网好吗？别上网就刷我的切片，你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好吧？他是姐，他是姐，你们在说什么废话呢？看看，哎，这上面有弹幕，我看弹幕，当时的弹幕，肯定他是狗啊，我是姐，他是狗啊，人家八明年搞不搞这个都没有呢。你说陈琳，哎，我要说他了，是干嘛都赶不上热乎的，怎么不早点参加呢？没事，我跟陈琳就是在我的生日会上最佳拍档，行吧？最佳拍档听起来像小品，所以我跟你们说，这种好笑的东西就是很难磕，什么东西好磕就是那种听起来很假但是很抓马的故事是最好磕的。每一次表演我们都要 BE 然后兑现，开直播兑现，然后电台我们最，你看呀，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人设，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都不当面说，必须要在这个网上通过粉丝转达，这怎么这还不好磕吗？他们在避嫌。哎呀，万一我们火了，我们734也是受益的，明年我就可以喜提保时捷了，换车，最佳拍档挣了钱换车，走了，跟萌姐最佳拍档，一人提一辆，
太棒了，朋友们！保时捷，我的 Mini Cooper。我们两个小红书就是发一条，今天萌萌姐送了我一辆 Taycan， 然后呢，我就发今天小林，谢谢 PPAP 送的夜景，继续送了我一辆911，怎么样？911。然后我们两个那个保时捷的钥匙就这样开。好磕好磕，还是对啊，陈琳就如果跟我组 CP， 他必须得拿出他积蓄，我们做舞台是要花钱的。可以可以，太抠可不行啊，陈琳。可以可以，花钱。结果就是姐出钱啊，那他当姐吧，我当狗。怎么就那个预习起来了？笑死，好好笑，太好笑了吧。萌姐好会啊，不愧是萌姐。我对于这个最佳拍档的这个范围还是稍微有点 too small 了。起飞起飞，走，我们去买换新车。理论满分，实践零分。旅游，走，双人旅游，一人自驾。你有旧车吗？就换新车。我有，没有。跟姐姐们在一起的时候多学点，跟姐姐们在一起的时候又不炒 CP， 但为什么私底下还要炒 CP？ 理论甚至我有玩具小卡车，我没有小卡车。和杨姐多学点，没办法和杨姐多学点。照杨姐的话说，就是，哎呀，这就是随随便便就搞出来了呀，就很简单的呀。就是说，随随便便，只要前一天搞，就能搞出这么好的舞台，那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是天赋，天赋，对，对，对他们来，就是杨姐他们就是，哎呦，这个东西很简单的。对，老简，天才，天才 ，C 儿的天赋在哪？在脸上了，靠脸吃饭，靠脸吃饭。跳皮烟，骑手 C L， 是的，骑手 C L。骑手 C L， 谢谢艾利克送的荧光海。陈琳几岁了？快25了。马选之人可以努努力吗？我努力了呀，我努力了呀，我享受舞台了呀，我的舞台没有不认真搞呀。只是不是那种走小众，走小众。我不会湖南口音。不是搞错方向了，只是不
想离开自己的，就是有点像这种不撞，就是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不想放弃那个东西，不想放弃。你就是那种你明明知道方向不对，但是你不想放弃你现在的这个方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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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知道我的方向不对，但是我就是不想放下这个。谢谢小七同学送的荧光海，因为现在的舞台很少，所以就很想利用这些很少很少的舞台做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怎么说呢，其实是可以选择另一个方向，比如说你做另一个方向，然后这个方向做得好的话，你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舞台，你就可以再去重新做你想做的这个舞台。对，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啦。对，有点像就是走不同，就是那种，我今天还说，就是那个什么，大家的花冬春日都很女孩子，然后我扎了一个那个，就看起来不那么女孩子，我就在人群里比较突出了。笑死，你说饥饿营销是吧？我说哎，就有点相当于就是大家都是差不多都是这样风格的，就是走这样一条路。如果我就是还是走之前的话，会不会就是比较就是哎，大家就是忽然就是能够看见我这种。会在想这种方式让人是不是能够记得，对你的舞台有印象，知道吧。所以就是说呢，怎么说呢，有没有印象确实不知道，但是快乐确实是蛮快乐的，快乐确实，当时跳的那个快乐确实是蛮快乐，到现在我还想再跳一次乌吼吼之类的。大声喧哗不喊停，漂浮着的魔云在半空很美丽。嘟嘟嘟嘟嘟嘟。不过终有一日还是得屈服的，没错，还是得屈服的。多么美丽，哇呜哇呜哇哇！能提前屈服吗？明年再屈服吧。等到16号，为了大米，我以为你让我为了礼金呢。16号，公演结束，一切明年就是说选一些别的歌吧。
对啊，我想你为什么大家都总在直播间里口袋一直说大米大米，李菁怎么了吗？李菁，就是说。李菁怎么了嘛？李菁，我还以为大家想念李菁了呢。初恋。Coco 一，他说他还是要看年后要不要做手术，如果他要做手术的话，他就不回来。哎呀，希望大家都身体好啊，身体好啊。我和李菁的舞台不多吧，我们当时都是很多人一起，确实不多呢。李菁大部分都是唱歌。李昭其实没那么多，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我就记得刚开始跳的时候是有一个什么，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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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就是跳了一个什么，放心放心放心。谢谢我曾在热烈的夏季送的荧光海，就是那个不良少女的那个，我俩穿那个什么不良少女，然后就是跨年我俩一起演了一个什么像小品一样的什么什么唱的什么来着忘记了，和谁合作多，那还是我们的经典组合啦。还是经典组合啦。Oh baby， 放心放心放心，我和你一条心，千万别空手疲惫，把心交给了你。哈尼哈尼哈尼。这些收起来。好了，我感觉我要差不多下播了，朋友们呐。明天还要握手会，还要排练，明天要早早的跟车去剧场排练呀。明天戴什么耳环呀？握手会应该不会直播吧？因为是在剧场里，所以就不会直播。谢谢喝奶茶送的秋天奶茶，祝带这个。还是带这个爱心吧。剧场哪握手？剧场还能在哪握手？我不知道在哪握手。戴美瞳了，我天天戴美瞳。我最近把它，所以说。
被我暗杀，你将要被我暗杀，早已被我暗杀。真的假的？有人要送？真的假的？你是带这个？放，先放着吧。什么扔了？你来玩啦，我要下播啦，因为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有风的地方真的好好看呀，我一点儿都没那个，都没快进。早起加油。清楚。你打开你的芒果 TV， 你瞧一眼你就知道。对，神仙姐姐的戏是芒果 TV 吗？我在哪看？忘了。放心，放心，放心。什么？你们只有 B 站？CL 女姐 ，CL 是里面的树木、草花。对，不可缺少的。什么？你们在喝酒吗？呀，我的美瞳盒子没带回来。啊哦，谢谢小周送的秋天奶茶。坏，我这是月抛。谢谢玩具城小冰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呀，好久没见啦，大家都好想你呀。谢谢豆不发芽送的秋天的奶茶。豆不发芽，我知道怎么念，但我就是说就是说，我真的知道，拜托。我怎么就摸人家了？我咋知道的？就是知道啊。开什么玩笑？不开玩笑，我知道怎么念。
都给你懂完了。你看看，我天天都在懂些什么。没办法，萌姐，我的 B 站天天给我推这些。谢谢黎黎木送的荧光海，所以我的那个什么，就是说我也没办法，就是看这些，看别的，看舞台，我就是天天 B 站就是这些。就是我的 B 站和我的小红书的这个首页推荐就是什么都有，因为我什么都看，就是说，就是我点开这个 APP， 就是说都不知道这是小红书。小红书也推过之前，不过现在我的视频的网站是已经耗养好了，已经全是修勾了，已经全是修勾了，没有别的了，已经全是修勾，再养养，再养养，怎么成小狗了？因为我只看小狗，小狗。小红书都是可爱的小狗，真是。好笑。不过我的 B 站现在就是说，就是还有戒猫中心，还有这种年轻人咋不谈恋爱了这种，建筑师自行改造空间这种，然后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真实的开销和现实中的开销，就是什么什么大，你以为的大学开销和，什么开销，还有那种别人剪的那种视频切片，就是那种，什么，比如说什么什么，我就知道这是命中注定。谢谢林姐的 Sugar 送的秋天奶茶，还有。全英文的 vlog， 就是说，就是有还有蛋糕日常，还有特技的幕后，知道我的 B 站有多杂了吧？超杂，还有化妆的，还有那种舞台，确实好像就是也没有出现这个什么，但是也有那种动漫人物，比如说全员黑化的喜羊羊与灰太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个啊，反正就是喜羊羊与灰太狼。哦，还有看那个上海去看 SNH48 公演。阿里嘎多美羊羊桑，就是这个梗是怎么出来的，就是说有点逗了啊。我的 B 站我整天到底在看些什么呀，啊还有那种模特的那种走秀的，居然还给我推了犯罪心理学，政法大学的那个犯罪心理学。我们共同来学，不说学习学习的那个什么东西，对，中国政法大学的学习视频好像是。就是说我的 B 站特别的杂，
什么都有。对，没错。不是，是刘老师的。然而幸运星的却只有林姐，太棒啦，真棒呀。然后我刚点进去，现在给我推的是北京大学的变态异常心理学。就是说怎么不是，是我刚刚不是点进去了吗？点进去了之后，现在我再一刷这个推荐，它就出来了这个精准推送。什么叫精准推送？太杂了，太杂了。对，不刷了，不刷了，不刷啦。我早就关注了，好吗？好啦，大家准备睡觉吧，晚安。准备睡觉卸妆了，就一点喽。一点喽，可以有月亮呀，因为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昨天熬到3点钟，所以我没有发月亮。希望今晚的大家不要熬夜。别 CL 别太黏着幸运星了。今天周五随便熬，你们随便熬是吧？我不能随便熬。但是已经是熬夜了，这都1点了。好了。我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了衣服，我一会儿要把洗了的衣服弄去晒一下。希望 CL 不要熬夜，你看一下现在的时间点，你再跟我说不 CL 不要熬夜。好了，我要下播了，大家，拜拜喽，拜拜。Say hey, smile, smile, smile away.